其实你不用来帮我送吃的。医生都说了，这段时间你不能乱动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如果那帮人再找你麻烦，我可以。不需要。 2007年9月1日，我跟你一起考上了南川中学。那些没说的都明显视而不见。别担心，我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你保护的小屁孩了。我已经可以保护你了。 注定停在这一夜，困住于那一个逗点。如果我回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让你放弃我，你会答应吗？Goodbye，Goodbye，不该相见的再见。Goodbye，重演。 希望此刻不断拖延。没有说过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只要你还喜欢我，我以前无时无刻的可能会降临在你身边。张若曦，你觉得这样我就会感动吗？你以为你在保护我吗？你觉得这样我会为你不顾一切吗？ 希望着再见是一种灭绝的语言。起风了。 相见的再见，张三，我希望你。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我愿意。 张三，我重新来个自我介绍，我叫林北星，认识你很高兴。